王府就在，王府能不能行，见过几次面。刚刚才你第二天了啊，然后这些客户投诉我了，知道吧？没有机器，不让他们没法上机。刘总给我打电话了，让我所有的那个事儿都停下来。我说运营这边有着急的这个东西要打，然后他说那也得停下来。他说实在不行让运营去找总统批评。我呢就虽然答应下来了，但是我呢安排他们中午下班给你做，让两边都不耽误，你放心吧，是吧？你也别催我了，我一定保证4点半之前给你做出来。那你理解我这边这个困难，好吧？好嘞，好，再见啊。领导，你们这儿有网？有网。我打个电话。不是，我给王爷打电话了，他说没人。没人，我上前帮他。啊？应该能有一两个，能有一两个。他说没人。我也去干活。反正你高先生、高经理答应了。我就去干活了，大哥，我到不了家了，大哥。无所谓，那个我你们要没人，以后你们也不用上我们这儿来了。大哥，我。干活的，对吧？我到不了家去了。在你高经理说的是派一个组过来跟我们干，是我们管理的。啥时候到位啊？问。要不就你们就别过来了，我们自己招人。现在是不让我们招人，等着你们过来。你们还不过来？对。我打个电话回领导。